绝美，你来是约会的吧？啊，不是，我从一开始我就不知道今天是情人节。你放心，我绝对不会在网上爆料，绝对不。我替你广播剧已经有10年了，签个名。你不是刚……签个名，我马上走，在你女朋友来之前，省她误会。 我到了。哎，这，哎，哦，跟小信。你好，我是绝美。 怎么解释？不知道今天是情人节。现在拿出来合同是不是太过分了？还是算了，当不知道吧。算了，一会儿再说吧。你和两位点份情人节套餐吧，这个今天点的比较多。那就这个吧，谢谢。好的，稍等。 其实我今天约你就是为了签这个合同，你看一下。这就是走一个流程，然后方便我们行政好做后期的时间。不过你放心，这份合同不涉及金钱。既然你都说了，那我说实话吧。我不知道今天是情人节。 别多想啊！我没错想，别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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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想，